幸福，音乐是幸福，出品人、制作人张智霖先生上台。老师，今天这个肌肉还有。非常感谢大家啊、好多朋友在这个场外看到说，哎，我已经是第三场了，我第四场了，真的很感谢大家。那么我们演员还沉浸在这个剧情当中啊，给他们一两分钟的时间的平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身后，在我们背后的这个乐队啊，我们的吴队老师，吴丹英，听众，吴丹英，吴丹老师，对，吴丹唱，吴丹唱。线上真的 live 的非常棒的音乐，也要感谢我们在背后控台的我们的导演、我们的舞监团队、我们的音响师、我们的灯光师，感谢他们。还有我们在侧幕的两边的我们的服化团队，海燕老师带领的服化团队，感谢他们。谢谢。还有这一次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来过这个剧场，这个音乐剧，因为这个剧场其实它的声音的声场是很难去做的。然后我们音响师跟我们这次的捷星演艺的社会团队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提早到这个剧场来做声场的模拟和在电脑中的建模。然后为了让我们所有演员的声音能够尽量还原出最真实、最感人的声音的歌声送给大家。那歌声好听吗？谢谢。还有我们的灯光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海燕老师带领的团队做了很多灯光上的设计，去配合编舞老师、导演和演员的所有的调度、所有的走位，所以他们在幕后其实做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功课和努力和他们的艺术创作，才能呈现跟演员一起呈现这样的一部剧，所以大家再一次给他们掌声。谢谢。然后呢，接下来想给大家一一来介绍一下我们最棒的音乐剧演员们，我们的朱家燕、刘成斌、郭畅、刘可元。刘可元除了担任这次的主角以外，还兼任了我们这个剧的音乐总监，从第一轮开始就跟我们一起第一轮呢是坐在后面帮我们弹 keyboard 和帮我们做这个指挥，然后呢，我们说第二轮的话，我说要不你来演吧，他说我想一想，是不是跟女主有比较？后来还是跟大龙一起，我们来说，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而且可能自己心中一直想成为一个更优秀、更优秀、更优秀的音乐剧演员，所以呢才有今天这样的配合帮助我表演对，好，然后接下来呢继续介绍我们的老戏骨，但今天他故意这样就觉得很年轻啊，好，有一个。给我来个 rock and roll 啊，这个 hard rock 的衣服都这个叫 Harley Davidson 的衣服都穿上来了，很棒啊。好，我们的秦子轩，秦子轩也是之前从第一轮开始跟我跟导演们有在做这个歌词的很多的这个填词和歌词的创作，也谢谢子轩啊，谢谢秦子轩。帽啊，还去做喷雾啊。他说：“哎呀，我晚上的声音怎么办？”我说：“就是天籁之音嘛。”啊，这是尽量天籁吧。我说：“没有关系，你就是天籁。”接下来就是我们郑英龙。谢谢。然后我们今天也
设置了一点小互动的环节，也区别于我们平时演出，因为大家都带来了给剧组演员每一位演员剧组和大王很多信，那么我们今天就开通这个信的这个渠道，然后我们把我们的信拿到舞台上来，然后由每位演员抽出一封，然后这一封信就可以我们把它的这个座位编号告诉大家，然后呢有这个座位编号被抽中的可以得到我们的一份小礼物，在我们前台衍生品的售卖处可以换取这个礼品。好，从我们的查理·戴维森啊帅哥开始，来，好，我抽这一张，哇，出郑云龙刚志先生，但是他没有写品牌怎么办，可能放在里面吧，放里面吧，好，那你就打开看一下吧，好好，对，这个我先声明一下，就是不愿意被打开的都放在另外一部那个箱子里了，对，哇，你好好，你的这么紧哦，好私密哦，这也私密哦，好好，我来看一下，有大老师，哇，好多字啊，我的天啊，哦，他没有写几排几座，但是他的 email 都写给大老师。您如果认出您的这个信封跟这个您的这个信，可以换取我们的礼品。好，谢谢，谢谢您这个。哦，对，这个先生。想把星星送给你，春天的花也送给你，也是 U 一酱啊。今天有几排座吗？十二排，一座。好，来，坐过来了。谢谢。楼二排六座，这个更厉害，有微信号。庆幸于 MXH36 大王安来，请大王翻译一下这个密码，翻译一下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们如果未来去梅西湖演，你去吗？去。十三排错，大王看看我。好，可以站起来。十五排十二座，那应该中间包啊。没有，就给你的。好，这样觉得够吗？好吧，还有一个，我们进来的时候大家有贴那个便签条，好吧？来，每一场都贴得满满的，每一场都是新贴的啊。好，我们请演员自行。选取一道，一道两张啊！真的是满满的祝福。
来，我们好。好，拿黄色的。好，来，您进一进来。你要进什么？太勇敢 ，To 郑云龙，下一次。听我说。下一次自己做手术时要消毒，打破伤风。我没听清楚。这什么？来来来，有说好吗？来。哦、我这个是二楼一排八座，二楼一排八座啊，是你啊。我如果说错字的话，您更改我一下，因为有时候简体我看不太清楚。兔郑云龙先生，我说不出来，我想不明白。下一周我们会转到云峰剧场，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谢谢。